今日天使对上洋基的比赛，大谷翔平再次延续的好手感，虽然终止了连续三场的炸裂纪录，但也打出了本季第七支三垒安打。大谷这场比赛先发第二棒指定打击，不过开场的状况似乎还没调适好，对阵洋基先发投手 Domingo German， 直接三下挥空被三振出局。第二打席一二垒有人的情况下，与对方缠斗六颗球被保送上垒，三垒队友最后也靠着爆头跑回得分。五局下一垒有人的情况下，大谷锁定German一颗 84.7 迈的变速球，直接将他打到了全垒打墙边。大谷轻松上三垒，最后也靠着队友安打跑回得分。这也是大谷本季第七支三垒安打，连续安打场次来到第七场。第四打席则是再度遭到三振。被三振时，大谷还哭闹的抓抓头，结束了今天的打击。今天天使队只有一到三棒有击出安打，但洋基队更惨，整场只有两支安打。最后天使以5-1战胜洋基，胜率返回五成。天使赢了，大谷也笑了，那还要交易吗？